路倒退路甩都不甩，企图冲撞远景。警方举枪示警，甩棍击破车窗，左右包夹他，找到空档将人拉出车外。砰！好大一声，白车猛撞警车，不愿停下，一心只想逃，警方都冲下车包围。眼见无处可逃，女驾驶才肯乖乖就范，但她车上可是载5岁儿子，却跟警方上演亡命关头。高雄这名26岁的无姓女子在警方面前闯红灯，不愿盘查，玩命狂逃，一路危险驾车逃逸，甚至冲上国道3号，还突然回转逆向行驶路肩，跟警车发生擦撞，都已经爆胎了，车左右不停摇晃，也没在怕。警方最后在国道上将人拦下，发现女驾驶逃跑超过50公里。会如此心虚，就是因为车内藏有毒品。车内发现安非他命1包，安非他命吸食器2组。全案调查后，依涉嫌公共危险、妨碍公务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跟警方展开追逐，根本赢不了。车上载有5岁儿子，也没在怕。女毒虫实在有够恶劣，根本是最坏神教。记者饶立强、杜丽轩，高雄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